家好，我是爱家。这个时间大家肚子饿了吗？看我今天怎么大阵仗。没错，是我们的年菜开箱。这次呢，这组年菜蛮特别的，它是8到10人份。它除了呢有加热即食就能上桌的菜色之外呢，它还有生鲜食材让你发挥厨艺。这组呢是由全台最大的生鲜领导品牌原家宅鲜配推出的6星金兔豪华年菜组，8到10人份。它这一组呢，我觉得蛮厉害的是它还附了生食及干贝，然后还有珍珠龙虎斑，另外呢它也有加勒比海的龙虾尾，还有5星级的阿拉伯蓝钻虾。这些就是要让我发挥厨艺的时候了，真的。而且8到10人份哎，我觉得如果你是大家庭，那很适合；但如果你是小家庭，其实也没关系，你一天乐几道，从初一吃到初三也是可以的。那废话不多说，我们马上去加热吧 ，Go！这个是品源堂的顶级佛跳墙，我们看一下里面有什么。这是佛跳墙的锅，汤、干贝跟鲍鱼。它比较特别，它还有甜汤。这个是冰糖银耳红枣莲子汤 ，XO 干贝酱米糕。哦，朱立轩 ，XO 酱，不是干贝，无锡嫩紫盘，满满的一袋肉。我们要做一个清蒸龙虎斑，而且它其实都帮你处理好，弄得很干净。姜片，然后我们要去蒸。超满海陆年菜，超满的，超满的。而且像生鲜的啊，我做成沙茶鲜虾包，我的虾只用1/3，1/3就那么多。对，我今天得意制作是焗龙虾，看起来厉害哦，是不是厉害？这看起来真厉害。蒜香柠檬干贝也是我得意制作，而且干贝我只用了1/3包而已，因为它一包500公克嘛。对，那我们现在吃吃看干贝。你处理感觉很厉害，这个酸味提点起来很甜，而且它因为是那种真的干贝嘛，就一丝一丝的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那种假的 NG 干贝，就会扁扁的，超赞的。我觉得料理已经到了中上级了，而且我们桌子真的太满，摆不下，我先把它吃完好了。他们呢都有生食级认证，所以大家可以安心使用。接下来呢，这个也是我得意之作，沙茶粉丝蓝钻虾。这个我在淋酱汁的时候，小兵就说超香的，很香，超香。其实蓝钻虾呢，它的甜度是白虾的5倍，炒虾的2倍。为什么这么甜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它是来自阿拉伯海域的红海，然后红海是全世界盐度最高的地方，所以它的虾非常非常的甜。跟大家说呢，蓝钻虾其实是原家的招牌。即日起到2月15号呢，你只要有购买蓝钻虾的字样，你就可以参加抽奖。所以我们年菜组合里面也有蓝钻虾，也是可以参加抽奖的。你单买蓝钻虾也是可以。那它的奖项有 Dyson， 大家很需要的过年大扫除。对，那我们现在吃吃看吧，吸收精华的粉丝。
粉丝超好吃的，快吃一口。充满海鲜的能量，你今天就这样做出十道名菜。其实真的做只有四道而已，因为四道是生鲜，剩下六道都是加热的。看这个肥的虾，我觉得它虾真的很甜哈。上次真的好爽，真的。不是，而且是我们在做三个人，有没有？然后其实是看自己喜欢什么料理，这些食材你要做什么料理都可以。对，我今天尝试的都是我平常很少做的。没有啊，这是年菜的氛围啊。我觉得我今天最得意之作真的就是这个龙虾，你看起来超厉害的。而且我还要准备柠檬哦，我们来淋一下。我们一人一只。好大气哦，超级好吃，真的吗？其实我调味很简单的，我只有用盐跟胡椒先气炸一下，之后再摆上 cheese， 再让它去气炸，让 cheese 融化。被举口。超好吃的。好甜哦。好好吃哦。很奢侈哎。这道料理时间真的超短的。太爽了！如果是一家人吃，可以把龙虾肉先稍微剪一下。吃得干干净净的。清蒸珍珠龙虎斑。饮料起来看起来超厉害的。我还淋葱油哎，对，我看到。其实一般的龙虎斑啊，它吃起来是肉质很 Q 弹，然后一般的老虎斑吃起来是肉质很细致，那它是混血品种，就是结合了 Q 弹跟细致。龙家虎，所以它是珍珠龙虎斑，也算是一个蛮高人气的鱼类料理。我个人算是蛮少料理鱼类的，第一次用这种清蒸的手法。对，没错。而且它鱼肉其实很厚，有看到吗？看一下这边有一层胶质，然后还有细致的肉 ，Q 哦，调味很刚好哎，真的很细致哎，而且它完全没有腥味，再沾一点酱汁，因为这道很像它吃流水席，有没有？会直接在那边煮一条清蒸的鱼，然后它口感更大胜。当然是有刺，大家注意一下。不过它其实算是比较大根啊。平常比较少买那种高级的鱼来家里处理。你看，我刚才已经吃掉半片了，好好吃哦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吃品源堂的顶级奢华薄跳墙。我打开在倒那个鲍鱼跟干贝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够顶级。然后品源堂其实是源家的独家品牌，他们家也是出了蛮多调理包的，而且很大一锅，完全就是倒进去加热就好了。鲍鱼好 Q， 然后它的汤不是那种浊浊的，它是其实蛮清澈、蛮清爽的。我好喜欢佛跳墙里面这种松松软软的芋头，然后栗子也煮得很软。XO 酱米糕看起来油亮油亮的，粒粒分明又饱满，然后上面还有干贝丝。里面是不是有加一点麻油啊？它有麻油的味道哎，它是一种熟悉的古早味，就像家里的味道那样。而且我看它上面还有一些肉燥，它不是说很顶级奢华的食材摆在上面，但是它真的有一种怀念的味道。它
上面干贝丝很鲜，就是搭着油饭一起吃，你会觉得嗯更提味。而且这道米粥我们是用微波的，它不干，湿度很刚好，软软 Q 的无锡嫩紫排，这道看起来非常的下饭，它是精选上等的猪肋排骨，而且它肉量很多，可是我觉得颜色是比较深一点，好像有点红糟红糟的感觉，看起来欠吃，看起来超下饭的。哎，哦，它酱汁蛮重口味的，重口味，对。这道必须配饭，它带一点甜甜的，有点像糖醋的那种感觉，而且它的排骨肉是带点嚼劲 QQ 的，不是说入口整个就化开的那种，有带筋，对，有带点口感的。花椒秘鲁猪脚圈，三大猪脚有多大，它全部都是猪脚圈。其实我个人吃猪脚我很怕有蹄的那个地方，猪脚圈我可以，但是蹄的我就不可以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然后它全部都是猪脚圈，我都觉得太棒了。它很 Q， 我感受到满满的胶质，因为是猪脚圈，所以那骨头蛮好剔除的，所以我觉得它卤的味道蛮适中的，不会过咸，你单吃也觉得很 OK， 它就是带点淡淡的那种中药卤香的味道。赞耶，嘴到呢嘴煮，然后边吃卤猪脚。易牙居的叉烧酥，有在买港点的人应该对易牙居不陌生，因为蛮多部落客会开他的团购，然后几乎团团爆满，他是在港点界非常有名的一个存在。然后他这次呢附他的叉烧酥，你只要用烤箱或用气炸锅加热就可以了，是很方便的，超熟，因为他号称72层功法，你看它这个酥度，然后它里面的内馅是用国产猪，我觉得内馅不会调得太甜，然后刚好的甜度也很适中，这道老少咸宜耶。冰糖银耳红枣莲子汤，它也是只要隔水加热就可以了。它这十道菜里面呢，还有一道是甜汤，当做一个完美的 ending。它的白木耳还很脆，然后它莲子炖得很松，就是一入口抿一下它就散掉了。它的汤不会太甜，我觉得那个蛮适中的，甜度就是很温和，因为长辈可能都怕太甜。这道长辈应该可以蛮满意的。我们今天实际料理的时间大概1个小时左右，因为是我负责煮四道菜，然后剩下的菜是小编负责去加热。我觉得这样分工1个小时好像蛮 OK 的，差不多，真的。好啦，我们今天呢开箱了袁家宅鲜配的8道10人份。6星级金兔豪华年菜，非常的澎湃，也吃得超满足。你是不是很饱？我超饱的，我现在也觉得蛮饱的。然后就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，另外呢有购买蓝钻虾的朋友也记得要去登录发票，看看可不可以抽到 Dyson。 然后其实袁家网站上面呢还有很多组合的年菜也是可以做挑选，另外有单品的部分，那大家有兴趣呢也可以去逛逛。那我们今天开箱就到这里为止啦，喜欢我的影片的人呢记得帮我按赞按订阅，好，开铃铛，然后记得要分享，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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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